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杨美玲。今天从笔竹县到边坝县去三色湖，这路的风景好漂亮啊！这一路的海拔都是4000多，但是不一样的就是这边的开始长树了。这里的水也很漂亮，蓝蓝的，真的跟喀纳斯的风景差不多。喀纳斯的秋天也跟这个一样，就是树木要茂盛一点，越到后面这个树木越来越茂盛，哇，简直秋天就是最美的童话。个人觉得是317这边558是比318漂亮多了，318都没有这样的风景，都是翻过一座山又翻过一座山。今天158公里已经跑了5555公里了。哇，这里太漂亮了，有点像喀纳斯的感觉，特别是这个河啊，现在的开始它都有树了，你看这树好茂盛啊。西藏这边走的一路它都树都不怎么好，这里它已经是属于昌都了，它不是属于那曲。现在还有100公里了，可以要到三色湖。这里的藏族房子好特别啊，你看这个门窗上面还是防熊的这个钉子呢。从比如县这边过来到处都是熊防熊的房子，天天都是泥巴路啊，太难走了，现在脚冻得很，休息一下。现在开始翻山，这个是泥巴路，哇，这个山好绕啊，还在下雪呢，这个路上特别的烂，你看还在那上面，最上面。天哪，这是什么山呢？爬了这么高啊，这是主要是泥巴路。现在已经几点了？7点钟了，冻得很。这个雾了以后，然后它就会有那个哈气跑上去，现在脚冻得不能了。你看那个山顶立着，还在那个云端上面。哦，边坝县好难跑啊，现在脚都冻得不得了了。7点了，马上今天又要赶夜路了。天哪，我说不赶夜路，经常赶夜路，好冷了，现在在下小雪了。现在到嘎提拉山了，天哪，这里下雪啊，冷得要死，天马上黑夜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哇，出发。现在已经下雪了，这个风吹得我，天哪。哦，你看看旁边这个叫嘎提拉山，好大的雪啊，你看没有，下雪了，下雪了，你看看。第一次碰到下雪的天气，下雪也得赶路啊，因为现在是山顶，海拔是5000，这个山顶已经是很难骑行了，因为地上也是砂石路，不好骑。天哪，好大的雪啊，你看到没有，然后这边是全部满了，手都麻了，天哪，完全都看不见了。雪中青，快走快走，已经看不见了，我把那个罩子弄下来以后看不见。美丽今天把那个车子扔在这里了，实在是下了太大的雪了，然后看不见，把那个罩子弄下来，先扔在这里，然后坐老坦的车下去。哎呦，下了好大的雪啊，冷得不得了了，根本就没法骑车了，要把那个准备的那个车子放在这里，把这个取下来。
我把摩托车甩了，跟老坦儿私奔了，太冷了，手脚都冻麻了。你看外面的雪，我们现在没信号，找个有信号的地方，然后去露营。现在到那个县城还有50多公里，妈，这个山，天都黑了。这个山叫嘎迪拉山，海拔4998，哇，这里下了好大的雪。真的没法骑行，因为看不见，路上的话全是那个炮弹坑，雪把那个炮弹坑盖住了，就是很容易摔跤，什么也看不到。所以就准备把车子放在这里，这里没有信号，准备找个有信号的地方去露营。现在都这么冷了，以后到东北怎么骑行啊？这个路下雪的路骑不来。